来吃饭，可是有一点点幽默感。我的英文 OK 吗 ？Is my English good？ Yeah， that's good. I didn't say a word in English, but now I will sing Chinese.白饭我可以吃面，关了面蛮好吃的，不对，可是为什么你吃的面都一样的一样都一样？哦，星期一你吃干面，星期二你吃糙面，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都一样的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。